干嘛？吃什么呢？道具啊？什么道具？没看小说呀？啊，给我的是吧？给顾海的？给谁吃的？你是顾海吗？给我的是吧？给我大儿子吃的。小林，干嘛？吃什么蛋？你刚不问过了？你有病啊？给我的是吧？帮我吃药啊！你是顾海吗？你是顾海吗？我是顾海。哦，你的是性格跟白洛因像吗？我就是白洛因啊。其实你觉得我们像吗？我觉得像吗？我和白洛因的话，就是有的时候平时挺闹腾的，但是我有的时候跟白洛因。他是性格本身就跟角色是很近的，对，他跟那个顾海这个角色比较贴切嘛。全都由我承担，我只是。